买了一块来吃看看。它好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它香脆，它有咸蛋黄的嘞。对呀、啊，好吃。的水头码头，我们要搭小三公去厦门。现在在等着拿船票，十一点的船到厦门。现在我们要去搭船，然后这个是经过免税店吧。这里有深航舱。行李要自己这样子移动。那天在新盖一个码头，以后会把这个码头转过去。船其实还蛮稳的，就一小段有风浪，像坐海盗船的下下来。码头，请您遵守公共秩序，文明出行，做好自我防护，戴好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我们现在要搭车去办手机号，因为现在很多订东西都需要手机号比较方便。它有点像那个粉啊，那个米粉嘿，他们给它煮运来的米粉，还有豆皮，还有花生。跟我们吃泡面的那个螺蛳粉很像哎、欸，泡面的那个吗？对啊，泡面那个紫色的那款很像，很像哈、哦。哎，对，等一下你吃一下口感是什么？味道也像。这个好新奇哦，这个是父母带小孩子来可以做这个保险公司共享。这个产品不错，可以推荐在台湾实施，台湾小朋友会很开心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在逛百货公司哎。对呀、啊，而且这样子那个小朋友又可以不用走。对呀、啊。这一个吃的是青蛙哦，是青蛙的青蛙锅，青蛙锅。看到没有？谢谢你，一个电话就能随叫随到的。哦，这边的扭蛋好大一颗。这边出门不用带钱，只要带手机就好，手机里面有钱就可以了。这些都是用支付宝或微信扫码。他们这里银行取号是用手机扫码取号，不完全不用纸本，可以节能减纸，做得还蛮彻底的。用手机扫码取号。然后直接看号码。我是在这边办银行卡，
那银行卡一定要在市民区，其他区有的比较严都不能办。北坡，这是老厦门新天地啊！真的，哇塞！今天虽然礼拜六，但是他们银行也开，学校也上课，所以现在刚好学生下课，人潮。这边市民区也蛮热闹的。那个香酥，而且是厦门的。我买了一块来吃看看。你在吃什么？吃芋泥香酥鸭。它好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那香酥鸭它有点淡黄的嘞。对呀、啊。很好吃，那我推荐。这个是海玲姐，这个是姜母鸭，姜跟台湾的不太一样。老师一下吗？那个海玲姐好，我来送你那个。跟台湾鹅是不一样哦。不一样，它比较像蛋葱葱那个怎么蛋饼哦。哦，那个蛋炸蛋饼。嘿，炸蛋就是蛋，然后加了那个。就没有加面粉啊，香，很像三杯鸡。哦，我知道他们姜饼就是香三杯鸡。嗯，我就觉得是你做三杯鸡嘛，但是三姜饼应该是三杯鸭。嗯，好，我们来享用了。静安商场，然后那边是老虎城。建筑物都还蛮有特色的。哎，是这样。哎，中华城吗？中华城，中华城。这家店叫桃园眷村。包子饭、板烧饼、油条。他们这边牛排。牛排店、火锅店卖的比较好。还有凤梨酥哎，那个是什么？酥香肉饼，然后就是那个弄的很上火，然后里面有那个酥香肉饼的。虾子蛋漂流莲，
来金枕榴莲肉啊。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煮，就是一个汤汤煮晚餐。刚刚那位是厦门大学的老师，今天要带我们去逛厦门大学。可是我觉得好低哦。哦，哎，透明的，哎，这个好明的，透明的，这个车子好，我都以为是长得好看。哎，他会不会为了要接你买了这台？没有啊，你浮夸了，你的那个方向盘都还没有试，那个浮夸了。哇，刚签的车子。哇，这头顶是透明的耶！哇哦！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